小月是你未来的嫂子，快过来道歉。我不喜欢她，不要她当我的嫂子。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，这么多年下来跟你没用的妈一样，上不了台面。没关系的，林卓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。住口，萨萨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带萧小姐去包扎伤口。萧小姐，这边请。怎么又不穿鞋？脚伤好了吗？我不要你结婚。桑桑，桑桑。桑桑，是哥哥错了。哥哥，你说过你永远都不会抛下我。哥哥只是商议联姻，你永远都是哥哥最宠爱的妹妹。你要是结婚，我就不要你了。你要再闹，就不止打屁股这么简单。